原住民文化节加传统体能比赛系列活动，要伫10月23日伫县立体育场比赛。县府邀请大家做伙来体验原住民热情加丰富的文化精髓。在10月23日，也就是这个礼拜天早上，在彰化县立体育馆前面的圆形广场，来盛大举行。那么我们彰化县有16个族，总共5522位原住民的同胞。那么这一次我们也邀请我们全体的县民以及全国同胞，大家当天一起到我们的彰化县立体育馆前面来共同享美食、看表演哦，这个还有竞赛。赛德克族跟那个泰雅族的这个部分呢，来做一个主轴来轮流做一个主祭。那今年呢是有排湾族的这个朋友呢来做这个主祭呢。因为我们是依照他们各族的这个自己的主祭的这个方式呢来呈现哈。所以呢，这次排湾族的这个主祭呢，就是由我们那个汪长老来做这个主祭哈，来用他们的方式，在部落的那种主祭的方式来呈现出来给大家。丰年节的传统祭典仪式，由彰化县原住民各地长老以及代表组成联合主祭团队，敬天、敬地、敬祖灵，展现各族的特色。今年特别邀请中彰岛庙以及新北市文化艺术团联谊表演。丰富活动内容，同时也有传统体能比赛活动，以及原住民手工艺、农特产品展售、美食等等，欢迎民众做伙来欣赏原住民文化甲刺激特色的食品。公益频道：彰化韵、彰化彩虹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